降了吗？对。我就一个字怕。好，老师盖伊，今天我们三剑客呢要来挑战一件事情。我相信呢，这两位应该都会蛮喜欢这个挑战。我没错吗？我们都知道，就是我们格斗训练啊，都要做一个受训，叫做抗打训练。我们才不会在场上可能被打到头啊，被打到身体会一时不知所措。我们要被揍，要被揍，耐痛。你直接把重点讲出来了。我们今天呢就来挑战，就是火焰的最高境界。这个挑战呢，就是会来测试看看我们三位的抗击打能力。就是这个女子高中生可能给我们来一腿，女子来一手，高中生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不过挑战是有分等级的，想到就舒服。啊，有分等级、哦。没错，第一个是女子高中生，接下来就会有师兄，最后是魔王。师兄可以不要吗？我只要女子高中生就不要可以吗？我们三位都会先体验一次女子高中生的这个威力。再来的话就是师兄出来，然后我们再顶看看，看能不能用肌肉硬扛。扛不住，可能扛得住之后师父出来。那我先说，我大概女子高中生等级二。师兄就我来扛，好，那就让我们来欢迎号称地表最强的空手道极真空手道的黄仲凯示范。哇！哦，气势啊，吓死人了！哇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上场，一定要先打一下。请问那个极真空手道跟一般空手道有什么？极真空手道它本身是全接触式的空手道，也就是说传统空手道早期的空手道，他们现在啊都是以运动为主，它是点到为止，然后抢分数哦，以得分制的得分制为主。那我们极真派空手道、极真会空手道的创始人，大家觉得这个空手道应该要真的能攻击，才能显现出空手道最强的地方，所以他就是把它。传统空手道变成了一个全接触式，就是可以真的打。那现在我们极真会出去打，比如说 UFC 啊、K1 啊，各种有名的选手，比如说神童啊、奈须川天心啊、UFC 很有名的 GSP 啊，他们都是极真出身的。我知道，就是空手道它要升段位是不是非常困难？我听说好像是要跟。好几个师兄，然后一路这样打上去之后，你才有办法得到一定的段位。在极真会里面，你要升初段，你要经过十人主手，也就是说你会有十位都有练过的咖啡带或黑带的人坐在下面，然后一个一个上来轮流打。那你要撑得住，你不能倒，你不能倒，你就是打输没有关系，但你不能倒下来。每升一段就要打十个，对，我升一段就要打。师范这样有六段，就是可以打了六十个。这是比打包还恐怖。我是打了五十个，最多五十个。最多五十，最多五十个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的流程呢，就是先请我们空手道的这个高中女子来体验看看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承受过她的攻击，肌肉铠甲。先体验导演的最高幻想，没错。可以可以，那等一下体验完，接着我们要怎么训练呢？等一下体验完之后，我们先看看嘛。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很不舒服、很痛，那个师范可能会教我们一些防御的技巧。好，可以，那学一下，学一下之后，然后我们再试看看，试看是不是打的时候学完以后还要再一次。对，再用相同的力量，然后看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承受住。今天我们要被揍好几次，对不对？挑战能站着就挑战成功，意思就有可能是躺着秘密。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女子高中生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的啦。如果两位打一拳，就笑不出来。真的可以吗？我这个拳头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是三剑客。示范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来了，是不是？在我们攻击你们之前，那我们因为本身很注重实战，所以我们的抗性也有一定的程度。你们可以试试看攻击他看看。所以我们攻击他？对，不好吧？我们这么壮的，没从来没听过这个，要求壮。没问题，试试看就知道了。波波，你来试试看。来了，波波真的，让我踢他一把。你先用虎神力。
好。脚很痛，你脚，我痛吗？不会。我脚很痛哎。可以用标准，不要，我会痛，不是我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再次。哇塞！真的痛，真的痛。那拳的部分呢？哇，等一下，如果你好可怕哦！这个画面呢，看有点欺负弱。这个画面，跟人，这个画面有点残忍啊！好坏！哇！其实我手不会有问题，你 OK 吗？我肚子 OK。他觉得很弱，我感觉吗？换女子高中生来攻击你们了。哦，我先来试试看，写最后了。我觉得你打他们可能要少。如果你刚这样死的话，你可能要七打他们。要是你肚子要用力哦。我这。哎，有感觉，但是他瘦了，瘦没了。波波要用力哦，波波。三吧。好，三。我试试看。三。好，那再一下，七。啊，对对对，痛，还是痛，可是还好。就是三嘛。够了。下来试看看腿嘛，我来帮你们承受一下。很痛，哇塞！盖伊这个感觉怎么样？他是有被踢到，脚比较痛，然后肚子比较不舒服。他那个是，我觉得是一个胫骨，就很像比较细的那种球棒，直接往你大腿这样敲到、砍下去的这种感觉。现在也算是体验到就是空手道高中女子的这个威力，对，极大的威力。她好恐怖，她长成这样子，对，结果做这么残忍的事，你会觉得那个对比非常差好大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承受过了之后，我们现在想要请师范来带我们训练一下防御的技巧，能不能帮我们把防御值拉高一点？哦，对，让我们可以扛住三波攻击。那我们就训练去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训练 ，Go， 好，走。哎，去！要这么慢的？你不要跑跑啊！他先叫一声，不要叫，我要叫。尽全力打。Go！ 哇，用力一点。哇！我可以接刚刚吃饭的，可以。我突然讲完之后后悔。哇！你有看到吗？我只用风声而已。咻咻。你会发现，其实拳打脚踢速度太快，要真的全部挡住是不太可能。所以这时候就要靠抗打，试试看比较不痛的急针名铲踩肚子。哇，踩肚子！好，来，那我们一人一位，好，来吧，师兄就冲着我来吧，来准备100次 ，Go。要是感觉怎么样？二十，好，盖伊这边感觉很冰。50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兄弟，太惨了，痛哎！
OK， 还可以吗？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侧腹。投降了吗？投降了吗？投降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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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要来进行会比较痛的方式，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示范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有看到吗？这边有一个已经阵亡了，我觉得他皮肤比较不要跑。我们有听说要挑战大马，对不对？哇，要试试看吗？他可以。那我让他示范冲刺三十秒。三十秒？对，冲刺三十秒。这个是耐力吧？哦，这是耐力吧？要冲刺三十秒。来，对。三个阶段的这个打击。哎，等等，盖那个波波的不见了，少一个。哎，我的波波训练完之后，现在已经进化了。哦耶！哇塞！哇，今天已经进化成泰拳大师了。有。那波波，你都已经有这么帅的妆了，等下就由你第一个，再来是药师，最后是盖。当然，好，那我们就先从女子高中生开始挑战吗 ？Yes。Yes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抗打挑战呢，就先从波波来开始我们的最终测试。好，来欢迎我们第一阶段女子高中生 Judy。好，来互相行礼。好，来，是不是我替你？哎，开始。存活下来。好，那么我们请出我们等级二、第二等级男生高中生。嘿，这个只要倒地就算失败喽。好，所以 Leo 你可以尽全力攻击他。可以尽全力攻击他，互相吸力，来，准备，二十秒，哈去。
怎么这么快就投降了？你看他都刚刚好这一个位置。哦，有发现吗？这个重，对，这个重，都重，都是这一群吗？有啊。换下师了。互相吸力，二十。好，来，准备，二十秒，开始。李老师，你要坚持住哦。老师，手，拿高，重。两拳，重的，一拳，这个有放水，这个有放水哦，有放水，这个挡不了，师兄，哎，对不起，时间超过了，我放水太早了，我来，第三位挑战者盖伊，第三位挑战者，互相吸力，二十秒，去。哇，这感觉不一样哦！哇，盖伊跟李老师算是存活的第二关了，我们这好像面对失败了，耶！要存活吧，只剩盖伊了。李老师，刚刚是时间忘记算到，不然该死了。好了，李老师不要闪了。第三阶段难度，极真会空手道六段师范，王仲凯。哇塞，他这个脑子，你眼镜要不要拿掉？你眼镜拿掉好了，可这样你有看有办法防吗？出手。好嘞，准备喽，计时二十秒。没关系，小弟，练架，哇，哇塞，哇，你还好吗？等一下，我腰是不行啊。你还可以呼吸吗？看一下这样，看一下这样，哇，这个很强哎，哇，那一脚下去没有挡，真的没办法呼吸。你刚刚下去，你有在用力吗？有打，穿进去有用力。没有，我根本不知道。我们看慢动作重播，到底有没有挡到？师范只说了三个字，我有收。我怎么觉得好像被打了不止一下？哦，被打了不止一下。那个应该不止一下吧？一下。我知道一脚，那可能踢的面积太大。盖伊，你觉得你可以用几脚啊？我觉得攻击力太强。就我们等一下录结尾，没有，不是，这不是可以跟几脚的问题。这个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怕？很怕，对不对？我就一个字怕。好吧，那就由盖伊来喽。好，不要紧，你开始，对 ，Go， 咻。啊！扫地，就没了，可以继续吗？继续啊！要受不了了！哇！喂！啊！可以。我还行，但是刚刚好像有一脚有到头，那个我一下就一下，对，那个力。晕了吗？轻轻的。师范收的超好，真的是那下点到，然后我晃一下之后，我想说，我在干嘛？然后不对，我在格斗中。哦，师范活着。那这样盖伊有算挑战成功吗？算成功，哦，算成功。可是我刚刚已经被他一脚踹在地上了嘛。这样子，那个是少打而已。少打不准。哦，要你碰到站不起来，那样才算失败。对。
谢谢，谢谢师傅，谢谢，哇塞，哇，真的是很幸福能够跟师范过招，这不是一般人就可以有的体验哦。就空手道啊，就是大家可能会看，我不知道看很多比赛，就是声音做很大，动作做很大，然后就点一下，哎，得分停住，很认真。但是我刚刚实际体验过，我觉得我完全不是这种感觉。如果真的要跟空手道的打架的话，我觉得根本打不赢。这边想问一下师范，就是我想应该很多人也是对空手道这边有一些误解，会觉得说，哎，可能空手道实战应该不强，我觉得好像格斗可能比较强。对，应该蛮多人会这样去比较。极真空手道它完全健康，其实它本身就像在格斗，只是说我们为了安全问题，脖子以上手去打它是安全问题。那么其实你会发现，今天上课我们怎么打，其实我们只把这个位置放高，它就是在头部防护。所以其实我们只要做微调，就习惯性的微调上来，啊，已经训练一下就可以正常的跟其他格斗一起实战。过来看一下示范，再看，再欣赏一下，真的，这真的给个特写。我觉得这可以比较一下，一般没有在做这种训练的，然后跟这种拳头，你绝对不会想去找这种的干架。我就自愤愤，对。我在外面吃饭哦，看到这个来惹事，看到这个拳头，哎，对不起。好，为了感谢今天你们来这边体验，加上你们挑战成功，那么有准备一些小礼物。哇塞，这个是我们空真空手道，哇帅哎，地上最强空手道毛巾。我觉得我披这个在身上出去应该都变强了，我会想要冷落。地上最强。那么我们洗个礼，好，我们的空手道最后一定要洗礼，行礼，好，走的。厉害你！嘿，我是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师傅。两位今天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这个肚子都红了。不过说到这里，波波你这造型太故意了吧？等一下 ，cosplay 了。你说什么造型？我你是要哇塞！来给酷再 Q， 给酷了！那我这就是，这又是什么？卡密尔的大腿。等一下，盖，你知道现在 LOL 手机上也可以玩到了吗？好，当然知道啊！英雄联盟激斗峡谷，高度还原电脑版英雄联盟，流畅精致的画面，原汁原味的对战体验。无论轻松的 NG 场还是刺激的积分场都可以玩到，让你难以相信在轻便的手机上也能有这样的战斗。并且针对手游的操作与游玩的情况进行优化，把对战时长缩短为15分钟，方便的出装系统也让战斗变得更紧凑，适合在通勤等人的零碎时光随时来一场哦。英雄联盟激斗峡谷 Ready with you are， 换你上阵，随时随地面对全新的挑战。现在在美丽华有峡谷地标推塔激斗的快闪活动哦，而且参加者啊，你只要打卡，他就会送限定的角色造型，而且最大奖还有勾勾喽。有兴趣的朋友就不妨下载来玩哦。更多的活动资讯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置顶留言，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极真会空手道以及我们汪仲凯师范，准备一，好，那影片呢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们今天该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